这三个月我觉得最有趣就是玩穿越记忆的部分，真的是进步非常神速。那我也进，那我也，反正就是，我就是每天就是一定要飞，那我每天就一直疯狂飞。我每天就是一直疯狂的飞，我每天就是一直疯狂飞，然后就是坠机，东西坏就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修，一直修。但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有要等新配件，所以我现在整台飞机解体了。所以我就尽可能每天，所以我每天就一直飞，一直飞，然后尽可能去找朋友去一起飞。所以我就，所以我每天就一直飞，然后去升。所以我就每天一直飞，一直飞，然后找朋友一起飞，然后我们就，然后我就是每天一直飞，一直飞，然后是，然后我就找，然后我就一直飞，一直飞，然后，那我就一直一直，那我就一直一直飞，然后就是找朋友一起飞，然后坠机了就尽可能就赶快把它修好。那我尽可能的，我就是一直飞，一直飞，然后找朋友一起飞，然后坠机了，就是尽可能快速把它修好。但我觉得玩穿越记最麻烦的就是在等你的配件跟你的飞机送货送来，真的是我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，结果飞机还没有来，因为。